他是要去兜一圈吗？没了。怎么观众等一下啊，等他回来，跑太快了，我肯定追不上。没，再去园区兜一圈。这我们还想跟拍劲儿呢，一拧牛门直接没了。人在这等着。回家了吧？啊，回来了。中间，回来了。又没了，说好的停下呢，很尴尬。我猜他又得走，你信吗？哎呦！好，停下了。猜错了。天气太热了。